天天天跟我做，每天每天一分钟做做做，每天每天一分钟。啊，哼，肤浅的人类，以为只要会打球，女生就一定会喜欢吗？想成为球场男神，还需要一些基本条件的。首先，硬件不能太差哦，没有金秀贤的脸 ，EXO 的身材，姚轩峰的技术也就算了，那就穿件帅点的衣服再打吧。露一身肥肉，又汗大大的，谁看了都嫌恶心。然后别动不动就抢场面吐口水，或者乱扔水瓶，垃圾，一点文明都不讲。就算打得再好，我也不会中意的啦。另外，在球场上大喊大叫，或者一点小事动手打架，这种人看起来太凶，人家不害怕了，不和队友配合，喜欢单干的那种。虽然我们不懂球，但碰到这样的一样不喜欢。没有责任心，不想付出，不愿承担的人是不配做男神的。唉，但是如果你长得太帅，其他都不重要了。